就一直从那边，我必须坐死了，他站来他就打不上我，他就这个村叫船，这个人面上叫豹，实际上这两个动作，这个扣的这个动作叫扣，打过来了，你就扣，这叫扣，一扣他，还有一个就是个豹子钉，他打过来了，这就是豹子，这是豹子。他打过来了，一往这个肘偏进去，完了偏进，这就可以用来回算了。只要他打过来了，我这一来他，这叫扣，扣的。还有一个再打过来了，这是一个钉，这是一个钉，注意这个钉，这个两个肘，都应该注意的话呢，这个肘啊，不能往后来。等着去，宁可往里翻，也不要前后。这样，我这次打过来，我操，到不里靠后就顶不上他了。千万记得这个肘，千万别往后去。他打过来了，只有往前翻。你看，是吧？他打出去了，他就不收，他不让他，再把他摔了，对吗？